大家好，欢迎收睇蛋行的，我并不是德州杀人狂，我是宅 Sir Carry。 由于这个山竹刚刚离开了香港，很多地方都被断树压住了，交通也都瘫痪了。由于这些链锯并不是一些很 common 的工具，所以我在仓库立刻拆了这把俄国制的 3Y6P 的链锯出来，是借给大家用的。记住这把是 220W 的电动链锯，如果大家适用，记住适用就可以过来我们这里借来用的。至于怎样借的呢，当然在我们的 Facebook 啦、面书、WhatsApp 问我们拿都可以。记住注意安全。现在我就要教大家怎样用，首先换回个防水梳先，跟着这里有些解油下去，跟着按掣，记住要小心了。